目前抢救的最新画面来看到，目前呢这是 CNN 的最新画面。那么看到的画面不再是地面上的，而是呢在600多公尺深的地底下，目前的最新画面。那么这是呢凤凰号这个太空舱的，那么这个胶囊舱它即将要往上这个送。那么这一位呢应该就是第29位的这个矿工了。目前的抢救的工作时间是已经迈入第21个小时。那么刚刚呢是已经救出了第28个人，目前的地底下是还有5个待援。不过刚刚最新的画面看到，第29位应该是已经坐上了这个凤凰一号，即将要抵达地面了。